趣的芒果包哈，真的是来自芒果的芒果包，大概有三层楼高哈，那个口袋可以容纳整张百个人，跟平常见到的芒果包有点不太一样哈，里面还展览着来自西大、尼泊尔、布丹等等的文物，欢迎大家来参拜。旁边还有一些沙发椅可以尝试坐一下，感受一下藏传文化哈，是不是佛教徒都无所谓，欢迎大家走进。